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。多少钱呢？给你钱啊！不用亲，那个女的通过微信支付了。怎么什么一个女的呀？啊，那女的是我老婆。哎呀，是不是你老婆我不管。老板啊，您买卖起，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，精准快捷，足音。他刚才最后他这是什么？是说什么？走音？我怎么走人？我怎么听着像滚？什么滚？哎呀，看看，我媳妇儿给我订的大餐。哎呀，第一碗大米粥。我媳妇儿太爱我了，我媳妇儿是让我饭前一碗粥先垫垫。看第二碗，小米粥。小米粥消化好啊，这是饭后一碗粥，这肯定是主食。红枣莲子粥，怎么个意思？我明白了，我媳妇儿这是让我喝个水饱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这饿的不行了，粥也得喝。等会儿，你不能喝粥啊！我怎么不能喝？你真不能喝粥！我怎么不能喝？你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你说你要是喝粥的话，你就是我儿子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？你看你这人，你说话你咋不承认呢？街坊邻居你们说的说没说？说。你看。我什么时候说话算个数？行了，喝吧，喝，你也喝，好，哎，你也喝，你喝呀，你不喝呀？我喝什么喝呀？你都喝了，我喝什么呀？我喝，哎呀，饱了，大哥错了，哎呀，大哥错了。什么你上来我就错了，我怎么错了？我不，大哥是我错了，我送错饭了，这个才是你们订的饭。我的天，你坑死我了，你看见没有大姐夫、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饭呢。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啊。哎呦我呢，哎，辣子鸡，哎呦，红烧肉，哎呦，红焖大虾，哎呀，我大哥是这样的，我把你的饭送过来了，你把刚才那份饭还给我呗。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啊？不是，我们不说错了吗？刚刚我给你的那份饭呢是二号楼的102，现在我送给你的这份饭呢是一号楼的102订的饭，我送错了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行，还给你，盒拿走吧。啊？那都起完了啊！哎呦我的天，这不是你的饭，你起它干什么？我的？哎，你蹦的什么？你蹦的呀？你送过来的，你也没说，我哪知道是谁的呀？我不是说送错了吗？你不是你的饭你也起啊？我哪知道这不是我的饭呢？我媳妇从网上给我订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呀。要拿走，盒拿走。不，我要什么喝？我要饭。哎，人家第一次上门。怎么是老板交代呀？不是，你要饭你出去要去啊。哎，小伙子，来，咱起来，一盒盒饭不至于的啊。这么着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你把我们订的这个饭呀给他们送过去好不好？那人家能用吗？能，我们这饭多好啊。哎呦，我说小伙子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他能不要吗？他订了三碗粥，我这三份是什么？我这是山珍。哎呀，他还不要，我告诉你，他不要，我是他孙子。这么说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那好，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，精准快捷，收银。不是大姐夫啊，他说了个什么？走人。我怎么听怎么像滚。不是，你这是出的什么主意啊？他就是三碗粥。你说咱那是三份，那是多少钱？他这才多少钱？他这是用冰棍的钱买咱家一个冰箱啊！他这是。哎呀，大哥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当人家孙子啊？结果你孙子当定了。怎么了？这，人家说这什么破东西啊？这什么破东西啊？我明白了，大姐夫啊，那家人肯定是个败家子儿。您还说了啊？闻这个味儿就想吐，闻着都想吐。那
哎呦我天哪，街坊邻居们你们听听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这多贵的菜啊，我都舍不得天天吃。你回去告诉他啊，你问问他，他是吃什么饲料长大的，你问问他是什么东西，他是什么玩意儿，快去。我能这么说吗？怎么不能这么说？你就说是我说的，我钱顺峰说的，他敢来找我，他敢来找我，我是他孙子。好吧，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，精准快捷。滚。终于。哎哎哎，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了？你说你让人家传什么话啊？你传完了回头人家找你来怎么整？他敢啊，找我，他敢来找我，我就是他孙子。大哥呀，哎呀，这回你这个孙子当地去喽。怎么了？迎来了。哎呦，我倒要看看他是谁。谁叫铁树根？你干啥的呀？我柔道队的。钱顺峰找你的。看什么呀？钱顺峰找你的，快点的，找你。不是，我不是。你别不是什么不是。钱顺峰，你不用怕他，他一个女的练柔道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。媳妇儿，谁呀？大姐夫，把手举起来，不容易受伤。我受什么伤啊？我，你说你闹这个事儿，那个二位啊，对不起啊，情况是这样，来来来来，小伙子，这个小伙子今天第一天上班送外卖，对，他呢把咱们两家订的这个饭呢给送差了，嗯，结果我们就把你们的饭给吃了，我就想呢把我们订这份饭呢给你们送过去，你看没成想你们还不爱吃。哎，你不造缸子吗？哎。你认识我呀？对呀，我是对面二楼102的，我妈老提起你。对面102，张阿姨家。对对，张阿姨是你妈呀？对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妈跟我说过，你是她女儿，你练柔道的。对对对。你平时不回家呀？你今儿怎么回来了？怀孕了吗？啥？怀孕了。怀孕了。哎呦，这是个好事啊。不是你怀孕了你怎么还穿这柔道服啊？穿这柔道服习惯了，比睡衣都舒服。哎呀妈，真的呀。快快快过来，你这个人不会开玩笑。我是不会开玩笑。那你以后就别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。你可你整着大家多尴尬呀。尴尬吗？我这还不尴尬呢。行行行，快回你们姑娘房去啊。哎，早点回来了不得。哎呀呀，你不要妨碍我工作啊。哎呦我爸呀，刚子你还真来真的呀你呀。那不来真的行吗？爸刚才放鞭炮，人家离街坊邻居都看见了。爸我不管，那别人我咋管呢？我就放那么个小鞭炮，他能咋地？还能咋地？问题老严重了。现在你看看这地球都变暖了啊，什么雾霾、酸雨、沙尘暴，你说你们家也不注意，他家也不注意，将来地球这空气还友好吗？哎，你看妈这水平多高啊！啊！哎呀，行了。要钱呐？找你妈要去，她水平高。该你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姐，别算了。我看我姐夫把这事还当真事儿了。老公，哎，替他妈把款交。没问题啊。不就50块钱吗？啊，50000我都不带眨眼的。哎，这房子的首付大头我掏的，大姐夫。哎，但是这50块钱我可不能给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因为50块钱伤害了我的爸爸。你怎么的？你得了帕金森了？我怕不怕我也不给你钱，爸。这钱您真得交。哎呀，刚子，爸没钱。爸咋没钱呢？我昨天晚上不是给了你100块钱，让你给爸让他买酒喝吗？啊，你没给他呀？我给了，我给爸了。钱呢？兜呢？你不是100的？就是。没事儿，我找您50嘛。我哎，你是哥，你爸没整的了，零的啊，50。挺好，100块钱，我整稀碎。哎，爸。这是发票啊，谢谢您支持我工作啊，回头我陪您喝小酒啊。哎，爸，那我走了啊，那物业还忙着呢。哎，早点回去吃饭啊。行行好。哎呀，妹夫我走了啊。行行行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没
见过这么倔的人，我这。哎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妈，哎，来，怎的？你给我爸看看，看看您二姑爷给咱家制备什么新设备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用不着全要啊。哎呀，小小礼物不足挂齿啊。这东西，小名按摩椅，大名太空舱。啊，太空舱啊！妈，你不是爱跳那个广场舞吗？哎，跳一天，跳一身汗没关系啊，往这舱里边一蹲。怎么着？你想把妈当私人活放出去啊？呵，这大姐。哎呀，大姐，哎呀，能不能行了？就这椅子，嗯，你往上边一坐，那就顿时有一种进入太空般的感觉。要不我们两口子，嗯，妈。妈，哎，别小看这椅子啊，嗯，这椅子能给你捶捶背，哦，能给你揉揉腰，还能给你做个足底按摩呢。真的，你妈这点活他都包了，那我后半辈子干啥呀？哎呀，爸，爸，你看现在咱日子过好了啊，搬新房了啊，你也该享享清福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哎，来来来，把这玩意儿咱抬到咱妈屋里啊，妈，哎，试用啊，哎，你这用不好，我给你换新的。哎，你别说啊，同样都是姑爷子，你说办起事儿来他俩就不一样呢。哎呦妈，咱别提那一根筋了，行不？啊，你说当个物业还玩上六亲不认，有意思？没事没事，妈。哎呀，一家俩姑爷还能个个都有本事啊？有我这一个，你二老就享清福了。这不是说我大姐夫啊，你看我这大姐夫干物业干了多少年了，到现在连个副经理都混不上啊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朽木不可雕，烂地瓜不可乎也。哎，老东西，把那50块钱给我掏出去。你这是我大姑爷孝敬我的钱。孝敬个六，头脚孝敬你，回头就给你罚回去。也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是吗？我这些年之所以跟大米感情这么好，嗯，其实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都是跟我学的，可不？您看，您跟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在忍辱负重，是吧？为了顾及我妈的感受，您有点钱就藏起来。那玩意儿除了钱藏起来，你还有啥高招吗？那没别的啥高招。爸，其实您真的是怕我妈吗？不是。您是因为爱我妈，老话说，有多大的爱，就有多大的怕。哎，老伴儿啊，啊，我怕死你了，我。爸，哎，那您说我把这个评委让出去对不对？绝对正确。我告诉你，赵刚，你就是我们家正义的化身。嗯。顺风，我觉得群殴太好了。这一群殴，我就是正能量的代表。对，正，杨乐二正的正。哎呀，我姑爷太优秀了。对，你姑爷太优秀了。啊，还有一个名额呢，他也让出去了。是吗？还有一个。哦，对对，我大姐夫不让说。这个人啊，其实以前就是跟你在剧团是同事。啊。哎呀，反正唱什么戏都觉得唱的比你好，穿什么衣服都说比你穿的漂亮，哎，干什么活都说比你利索。我知道了。老乔太太，我可没说啊。不是，我说赵刚子，这不怨妈生气啊，你让给谁都行，你为啥偏让给他呀？啊，他干什么活都比我利索。孩子们，你们说说，这么些年啊，嗯，咱们家我收拾的咋样？利索不利索？利索，利索啊，利索，还说的比我长得漂亮。嗯，你不这不可能。我老李太太往这一站，除了腰就是宽儿。还说比我唱的好。嗯。我在他面前，嗯，他就是永远攀登不上去的珠穆朗玛。珠穆朗玛，我连唱都唱不上去，他能攀上去啊？妈妈最棒，社区榜样，妈妈最强，你死我长。妈，啊，有句话呀，我想告诉您啊，您知道乔阿姨怎么说您的吗？怎么说的？她是这么说的，她说，刚子呀，你岳母啊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的偶像，说现在呢，您仍然是她的榜样，她可佩服您了。她说，你看
每天晚上啊，咱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时候，只要你的岳母在前面一跳，那后边所有的叔叔大爷老头们的眼睛都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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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看着你岳母，说为这事儿，好几个白内障患者都已经治好了。这是超市吗？你起来我看。妈呀，咋还怼我呢？对呀，没错啊，关键你是来拍电视剧的。何出此言呢？不是你这大白天的大屋里你打什么伞？不是我这脏啊，这脏啊！对不起啊，我妈忘收了。哎，我收我收。啊，这瓶多少钱？转过来一下。好的。这瓶转过来一下。好的。那个大姐，你和平儿一块儿转过来一下吧。啊，好的，我转过来了，平儿也转过来了。不是，我就想，想找找去，一块五。啊，好嘛，那个我不买这个。你逗我玩呢？不是，我是想问有没有大包装的，搁那儿呢，自己拿。这热情度也不够啊。没关系，继续下一步，耐心。嗯，这个多少钱？拿过来我扫一下。那我要不要呢？不要你问什么钱呢？问完钱我才要不要啊。那你就过来扫一下呗。不扫你不知道多少钱是。废话，我不扫我哪知道多少钱呢？扫完我不要呢。那就别扫了。扫完我才知道要不要啊！到底要不要？你扫不扫？你要不要？你扫不扫？要不要？你扫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打听打听我是谁？我就跟你这种吃冰棍拉拉汤的男人，我就说不明白了，是不？不买是吧？拿来出去！妈呀！媳妇儿，他把我撅回来了。你是来扫码的吗？啊！我看你是来撩着人的呀，有吗？滚犊子！哎，下一步该考验啥来着？媳妇儿，体力。滚犊子！哎呀，这个啥玩意儿放的高呢？你说啥？啊，我是说我想买块蛋糕。蛋糕都瞅着你了，自己拿。那玩意儿也太矮了。啥？啊，我是说我不想买了。不想买你问啥呀？我这蛋糕不是甜吗？长胖。这有不甜的，你自己找去。那我要一卷卫生纸，漂亮，卫生纸不含糖。拿过来扫码了。